金少芬不顾重担，大量少芬去保护的不是让人家当子弹的啊，为什么你说啊，动我人的小事那什么的大事有几处擦伤，我已经开了药了，但怕脑部有受到创伤，所以我又做了脑部断层扫描，现在就等报告出来。你知道那个子弹又朝我们两个飞过来，我心脑子一片空白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办法做。张医师，手术室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备用鞋已经找到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什么少飞吗？腹部中弹，我先过去了，帮他包扎好伤口。姐，麻烦手给我，帮你包扎。孟少飞，孟警官人呢？孟警官腹部中弹，目前还在手术中。怎么会中弹啊？这个我们不清楚。豹哥，请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四海集团会负起所有的责任，医疗费用还好。走开！唐毅，你给我住手！不是他动手动脚，不是他的错，小姐，不是他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是谁的错啊？我问你，我大量少飞去保护你，不是让你拿他当子弹的啊？为什么发生这种事？为什么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！老大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最好祈祷他不要有事情啊，要不然我一定找到你犯罪的证据，把你抓进警察局啊！我不会对你客气的啊！唐毅，怎么是医院啊？放开我！放开！老板，人呢？里面。出去。老板，我来就好，不要脏你的手。出去。这小事我来就好，老板。小事？动我人家小事，那什么叫大事啊？老板，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，我马上出去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对不起。我希望你撑久一点，因为我会尽全力。这一点道理老板还是知道的。我干嘛担心那个小凤会呢？哦，那是我误会，我看你那么紧张，我以为你们认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我们认识啊？他算哪根葱啊？我会认识这种小咖吗？大哥，你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我随便说说，你随便听听啊。有些话可不能随便说说。
还有，小心你的刀。人送去给江医师了，老板，谁派来的？纯粹好奇，因为他居然敢动我们老板最在意的人。陈文浩。想。